辛苦茵茵哦，来这儿的妈咪、老板、阿妈来呗，还有我们文贤，还有我们的阿丽摩大，上来做主播加坡大姐，来呗，来呀、啊！这个舞台很黑的，一上来就是哇，都光到我了，哇老，来呗，来朋友们，阿雄啊，来。大哥你来啦一下啦，你没有让我难过，一年来一次，我生日一年一次啦。他说来吧，所有的朋友来呗，这样我很孤单呢，全部人来给我祝贺嘛，对。这阿林大哥来，陈哥，我二十一岁生日祝。这个歌手有朋友的歌手们给上台来，
老板娘想要许愿，我一个愿望给你，我许一个愿望就好了啦。一人一个愿望，妈咪一个，我一个。飞哥，飞哥，最重要就是飞哥了，因为飞哥很久没有看到你，因为你很远都跑过来，因为你游泳来的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OK， 谢谢。做什么顺顺利利了，最重要要来看我们了哈。OK， 不要遗忘 ，OK， 不要遗忘我们零零七的朋友 ，OK。啊，对，来，我询问。I'm gonna go to the hospital.